前面就是我所说的长相怪异的石头了。总觉得这些巨石并不像是天然形成的。我也觉得，感觉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应该具备某种实际功能。可惜它们破损的实在是太过严重，或许很难还原出它们的本来面貌。真拿你没办法，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些家伙就又在附近聚集起来了吗？这些乱石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吸引力？小心烫伤，审判的时刻到了。预备，点火，心炎拔剑，拥抱你的力量吧，希尔。决战的时刻到了，复活倒刃，不许你伤害希尔的朋友，和我一起战斗吧。是是是，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上残存的力量果然是崩坏能。是啊，明明看上去是些上万年前的东西，结果依然有这样充沛的能量残留。当年争斗的双方都是些怎样的怪物啊？